富婆约上小鲜肉去美容店做脸，然而刚敷上面膜，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浑身抽搐，不住颤抖，女店员吓坏，而富婆手指前方，嘴里惊恐地说着：“有鬼。”我叫陈柏涵，是一名不信鬼神的探灵侦探。都说信则有，不信则无。然而我不信有鬼，偏偏每次都能碰到鬼。酒店里漂浮在半空中的女尸，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鬼影，每次想起都让我不寒而栗。虽然我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的恐惧，想让自己冷静下来，然而接下来我经历的这个故事，竟然会让我彻底破防。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美容店的老板娘欣姐特意找上我。总，那天我不在店里，可是听他们说好像是鬼上身一样。两年前美容店的员工佳怡按照惯例给客户做护肤，先送上一杯花茶，再为客人敷上面膜，固定好电极片，打开微电流美容仪后，佳怡内急要去趟卫生间让同事小林接手，然而卫生间里她刚洗完手，小林，佳怡冲进房间，只见小林倒地，客人则浑身抽搐。诡异的氛围中，客人一边艰难起身，一边手指前方，还惊恐地说着：“有鬼！”听到鬼上身，我低下头。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就在人的心里。刚刚那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心虚不已，在没有弄清楚一切之前，再也不敢妄下定论。言归正传，老板娘这次找到我，是因为我长得帅。是因为怀疑内部有员工搞鬼，但是一时又找不到证据，所以要找专业的侦探，也就是我，来调查清楚这件事。出事的房间里一番查看，并没有什么异常。老板娘告诉我，给出事客人做护肤的佳怡这两天请假，而当天被吓晕的小林受到了刺激，也准备辞职。一个请假，一个辞职，是心虚还是真的被吓坏？初步判断，这两个人都有问题。来到前台，准备辞职的员工小林正在收拾东西，而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哪一个是佳怡？照片中有四个女人，左右两边分别是员工小林和佳怡，中间一个是老板娘欣姐，另一个女人我没见过。综合上面的线索，我开始分析。小林虽然准备辞职，但一直待在店里，暂时也查不出什么。而佳怡自从出事后一直请假，直觉告诉我突破点会在她身上。果不其然，下午我跟踪佳怡，发现佳怡下了出租车，没有吓坏的样子，反而是满面春风，走进了一家新开的美容店。美容店的门前站着两个女人。身穿绿色衣服的女人不正是我之前看到的合照里站在老板娘欣姐旁边的女人吗？回到美容店，我找到员工小林。昨天的合照可以给我再看一下吗？这个人谁？她是华姐。没错，这家美容店之前是欣姐和华姐共同投资经营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两人在经营理念上有了分歧，大吵一架后分道扬镳。听到这里，我心中了然，大致猜到了真相。首先，合照中的女人，也就是绿色衣服的女人，曾是美容店的二老板华姐，她刚在对面新开了一家美容店，欣姐的美容店就出了事，这绝不是巧合。其次，店里的员工佳怡出事后一直没来，反而往华姐新开的美容店里跑，事实摆在眼前，看来内鬼就是她了。可是空口无凭，凡事要想证据，佳怡又是用什么方法让客人鬼上身呢？说曹操，曹操就到。一个小个子来美容院送货。利多卡因。利多卡因是一种麻醉剂，想到这里，我似乎抓住了什么，冲到出事的房间，先在手指上涂抹上面霜，接着打开微电流美容仪，贴上电极片。我被电到，说明美容仪漏电。一般来说，像我一样被电到，客人会反应很大，直接挣脱。但客人被电到，没有痛觉，只是抽搐不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拿起出事客人喝过的花茶，我闻了又闻，看来我要的答案就在里面。喂，调查有什么进展吗？明天你让佳怡和小宁到出事的房间来。第二天，美容店里，当着老板娘欣姐、员工佳怡和小林的面，我先将美容仪的电极片弄出火花，证明其漏电，接着开始科普人体的奥秘。人体在干燥的情况下会有电阻，大约在2000兆欧范围内，通俗点说就是耐电，但是在身体湿润的情况下，电阻就会降到1000兆欧以下，甚至更小。所以在做护肤的时候，身体潮湿本来就不耐电，一旦有人故意将漏电的美容仪放在客人身上，自然就会抽搐不止。言归正传，听完我的叙述，小林问道：客人是触电了，肯定有反应的。这里不止加了利多卡因，还有一种非常危险的药。
昨晚我在客人喝过的花茶里检测到一种物质氯胺酮，一般的麻醉会使人入睡，但有一种例外，使用后人的神志依然清楚，但是痛觉完全消失，医学上称为分离麻醉。而分离麻醉用到的正是氯胺酮，这两种东西混合在这杯茶里，会让人感受不到痛电的感觉。欣姐，对不起，是华姐让我这么干的。事情解决，我拿到佣金，老板娘欣姐心情大好，非要送我一套保养。这个我有兴趣，要不就今天吧。怎么样，你不是真的怕有？说实话，我有些忐忑，更有些紧张，不是因为老板娘漂亮还亲自服务，而是前几次的经历让我隐约预感到接下来毛骨悚然的事情将发生在我身上。涂上眼霜，敷上面膜，老板娘有事出去，而我躺在床上心里开始发毛。周围安静的圣人，忽然不知是直觉还是听觉，我感觉有东西在靠近。哎，你回来了吗？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死死按在床上，我拼命挣扎，大脑一片空白，我用尽全力，手指前方，想挣扎起身，奈何面膜遮掩，只见前方模模糊糊有一个黑影正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我。我浑身抽搐，准确的来说是控制不住的颤抖。就在我已经破防，不知如何是好时，奇遇接着。没事吧？没事。浑身上下只有嘴最硬的我回到侦探社，我心烦意乱，美容仪没开，我也没用麻醉，但为什么动不了，还看见了一个黑影，也就是说真的有鬼，不可能。就在我告诉自己要冷静时，一通电话直接让我汗毛倒竖。是陈侦探吗？我是小林。我真的看见鬼了。小林告诉我，现在的美容店曾是一家饭店，多年前因为一次火灾，饭店付之一炬的同时死了很多人。一年前老板娘欣姐和华姐合伙开了这家店，后来店里总是闹鬼，华姐觉得不吉利，这才和欣姐分道扬镳。匆匆挂断电话，我再次破防，那我之前的调查不就是个笑话。晚上我发信息给我的神秘网友托米，我自嘲般地问他，世上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知道。没错，这次的案件是我第一次破防，如果说之前的灵异经历让我对科学产生动摇，那么这一次我是处在一种科学无法解释时的迷茫与无止境的恐惧。托米一直想要说服我世界上真的有鬼，只是这一次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回复，难道是故意的？第二天我叫来了侦探社的房屋中介，也就是我的前女友叶薇。没错，经历了那么多，科学已经无法带给我安全感，我决定放弃，决定离开。我现在看到你的样子才像是你真正的开始。叶薇的安慰让我感到稍许平静，以前的我太过执拗，现在的我似乎在改变，可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电脑前我见之如飞，将这次的案件记录到我的探灵档案中。然而当我打完最后一行字时，我想了又想，一旦承认有鬼，那我的酬金不是要退回吗？啊，不是，我的科学信仰不就被推翻了吗？嘴硬的我起身离开，然后就在前脚刚走，后脚键盘竟然诡异地动了起来。探灵档案的第七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本集就是一个先走进科学又被连拖带拽狠狠拉出科学的精彩故事。主角陈柏涵深谙人性，能很快判断出问题所在，又能善用科学接近事物的本质，确实够专业。然而正如前几集中他问神秘网友托米，迷信科学是否是一种迷信时，托米的回答是，对于任何未知的事物，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一种迷信。陈柏涵正是因为太笃信科学，所以陷入了一种自我怀疑和痛苦中。当然前面也说到了，如果说前面的陈柏涵是动摇和纠结，那么本集想着逃避和离开确实已经破防，那么接下来他还会经历怎样诡异离奇的案件，他的心态又将经历怎样的变化，就让我们在下一集中找到答案。我是时光，感谢收看，你们的点赞关注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